快。什么？他白卡了吗？有啊。白卡了。那我要抓起来。我好像没带陷阱。我有啊。嗯哼。一定是他要让我放啊。随便放随便放。啊哈。粉粉粉。啊。哦。累。啊、怎么那么好？心好累。还有细气可以打。啊、哦，他叫你是飞龙种，他是飞龙种啊，他飞龙啊，想不到吧？想不到吧？其实看看外表，其实就是飞龙。出奇的一招，通常有翅膀都是飞龙。红哥也是飞龙啊，角龙也是飞龙啊，角龙也是飞龙啊。哎，蛮热龙也有，蛮热龙也有翅膀啊。那个附魔好啊，谢谢。那个比较像类似散热器官。对，安阳。可爱的小翅膀，杰西提斯，跟玩可壮可壮可壮，跟那个什么虫总共鸣的那只肥肥一样。我是美丽的花蝴蝶。我的妈！我会飞，我会飞。什么虫虫总动员啊？虫虫危机啊！后来想半天，你是忘记了什么名字哦？我就记得是虫虫的，那个虫虫。偷壳打，偷卵呐、啊！啊、我喝个热饮，我好冷。我喝完了。不冒，热饮。热热喝，快快好。素材够了吗？没有，我要天。干我要那个天什么灵什么？天之龙的票据。哦，天灵。你说的东西是我已经有三颗的驯龙的天灵吗？你是说我刚才打到的那一颗吗？哎。欸好了，我要看我有几折吗？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互相伤害。什么互相？他们的伤害我。对啊，我说不要互相伤害到你呀、啊。哦。他等下气到去睡觉，跟你讲。真的。他就算不戴耳机睡觉。睡觉。那他会增加他睡觉的速度。原本睡觉那个。那个完成条才20%，一讲完变50%，瞬间满。再讲下去就滿这比蛮完的激怒还强，真的、欸。瞬间开大，瞬间蛮怒。困个秘密上上。哦，秘密上上，秘密上上啊，好可惜、哦。爱滋味土豆面筋，大家好脑筋。有吗？有啊，胡瓜的啊，我没听过这个哎、欸。有啊，我都爱滋味我鱼片哎、欸。有啊，真的啊。滋味我鱼片，爱滋味土豆面筋，大家好脑筋。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吗？国小的广告，你国中，你比我老哦。我跟你同年啊，你跟我同年，这是我国小的哎、欸。那也就差不多。那我记得就问过你，你也是国。你也是、啊你跟我同年？对啊，两个秀弟一样哈。哎、啊，几月几日生？我比你早一个月。啊，老人，小学长，老人，大学长开始讲，很老人，我感觉不像啊，因为通常来讲，很少会找到比我老的嘞。哎、欸，不对耶，繁星比 HT 还老。我比你低啊！我差点把我搞忘了吧。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有没有突然觉得我年轻了？没有。好吧。为什么都脱离？那今天我们去的时候，那个葬礼的人就看了我跟我弟，就一直要发说我们是他的什么侄子还是孙子辈的那种东西。我说、我们是同一个辈分哦。今天要 gay 啊！然后他长得比我堂弟，就是我跟我弟长得还比我堂弟他们还年轻，很会保养。你们两个怎么脱离的？什么？没有啊，
是你脱离的。是我掉机会球吗？对，我看你脱离。是吗？我看一下。是哎，是你脱离。你，妈，清晨肉干都是为了你吃的。哦，肉啊，我也断了。欸、我也断了。那个又出问题了，是不是？那个集会所不干净了。好。这不是我的集会所，我是跟着进来的哦。我是跟着进来的。没有，我们三个很正常哎、欸。这个集会所是今天下午的那个，所以我是跟着你们来的。哎，齐晨，换我了哈，尾巴。我的票。那我要在头上，汪汪是甩头，害逃。等一下，我要出去，我看不到。想撞墙啊？不要，我要那我在尾巴。进不去。不去，再重开一个、啊，再开一个啊！开一下好了。你看是不是看你尾巴比较好打，它不会乱动。哪有，都一直狂动哎、欸，我快没耐力了啦！啊，我刚刚耐力条打完，还有半条以上。啊，重开就是。是，撑住。有，我抱着这根黑黑大大粗粗圆圆的东西。哇，很粗哦，很刺，倒钩，我要掉了，我把它戳死好了，不戳死好，我把它戳倒。我希望你把它戳死。哈，死了，我说他死了，死了。那我射出什么？血啊！我等一下，我等一下会给古龙的血。Oh, no. 好。一号赢，不会还没挂吧？哇！好，开动。他体力感觉很多哎、欸。这时候讲温泉金猴，假的。好，害我回头了。有骗到了，又骗到一个。他们说温泉金猴真的很好出哎、欸。啊，你要不要？他们有说你要不要去解那个啦？什么自由任务有个那银猴的那个啊？哎呀，抓抓捕银猴，对对，那个好像出的几率很高。有些活动吗？活动的啊，自由不活动啊，拍谁？哎，吃错，晚点就一解。啊，那个是啊，那个是必定会有金猴、哦。没有，出的几率比较高。哦，比较高。我是在探索的时候抓到的，那时候还没打壁毒龙的时候遇到的。经常很早很早不得。Go go！ 运气好啊，有人打哈欠的，完了，到80%了。要去了，要去了。感受到80%了。不能打哈欠啊，会传染的、啊。传染、欸。真的很容易传染啊！被丢包，抱歉、欸、抱歉抱歉，对不起。再一次你试试看。啊，我看我别，我就把你的长枪给拔掉，跟保特瓶一样，跟你讲。哎、欸，他走的路线好像不太一样。气死！先回去。哎、欸，你撑着点哈，我再帮你吃。我先救我自己，捕食的命比较重要。哦，他走到落石区了。慢慢来。进中，哎，开始走出回出去了啊！他压在我上面，我有说不要，哇！他让我撕裂伤了啊！撕裂伤，不要！再会了，没有投机物，没事没事，他没有看你，我有啊，在等你们呢，我想说。累了哦，他们怎么见了？哦，掉了。接过，前面接过。他们很可怕、啊，我没用了。嗯？哎、欸，跑哪了？冲啊！好快！接过，倒下来是不是？我体力不够了。冲啊！哎呀，救命啊！跟你俩冲！他怎么停下来了？
好了吗？就说你后面的尾巴那个改管声要够大，他就会知道后面有人哦。我都还没改，我有改啊！你们看我到后面是红。有啦，那个是什么？哦，测那个。Please。哎，他那个白痴真的好难打掉哦。哎救命啊！这个大便呢、欸？我防住，啊没防住！阿甘，我是一只竹节虫啊！阿甘是只竹节虫。不要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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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出嘎啦嘎啦就是把你软了他的脚尾巴欸他另外一只脚没有断欸我没时间砍尾巴他脚好硬哦我就说他刚刚那些毛刺都超难打的啊感觉是钻石做的欸、啊他伸出来是钻石哎、欸，钻石星辰拳，金刚枪破。你要去哪里？他走了。等一下。哇！你要不要脸呐、啊？啊！古龙的大宝玉被扑。哎、欸，这个秀不会断。来，我放陷阱了，加油各位！等一下，放爆筒。好，放。我放了。嗯，他们才三个人呢、欸，没掉下来。我说隔壁猎龙区。对啊。哦。有没有啊？有没有要的啊？还可以啊。下大钢脚。大钢脚。完了。你有大钢脚而已。我有哎、欸。我缺一个。应该是缺一个，我再看一下。啊！我飞出去了。哇！我看到你的，我的血一滴。你的大液体发动了呢。还有一个。Oh my god！ 我看看。哇，真的很怕耶。哇，真的是很会跳。哎、欸，刚补完鞋啦！摸摸。来，不要。有，他也洗了、哦，还缺一根脚，我也缺啊。还要吗？要，还可以撞了。那要说什么？谢谢。哇，到底要不要让我？走，等我一下、喔、我让我的猪找东西。大大，猪猪，快，睡啊！
Nice 哦，不死虫哎，你真棒！跟变装备道具。哎，失衡。那可以撞哎、欸。可以再撞的是啊，还没有啊，没有不行。我帮你转话题。接喽。对吧？你再继续剁他。突然想厕所哎、欸。去啊。上个厕所，大的。生气的。大的。猫的大厕所啊！我没有那个，我没有，我没有那头 Q。没有没有，他就生气了，来不及了。没有啊。没没有，他是因为他要离开，所以才我们先进去打啦。刚刚是两人血，我等下再进去。那我拿锤子哦。好啊。我这边应该快完，三 K 有没有拿 C 救急？我准备个星辰肉干。没有，等下回来就换补啊。等下你要试试看其他吗？麻痹蛙。麻了吗？还没。说这里买东西的人在哪里啊？有有有，我看到了。哎、欸，船员在旁边啊。还没有啊。再前进一点，再前进一点。没办法，哇，哦对了。跟变装备。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看他跑不跑得过来。瓦斯蛙。这边，这边，这边。等一下，等一下，可以的。来来来来，爱水，爱水，唔惊老鼻水，老水。好的，来不及。跑去哪了？不要啦，不要啦，可以撞墙。嘎啦嘎啦。Oh my god！ 不要再划你尾巴了。哎、欸，我就没碰到。提，提到了。我要去软化他尾巴了。啊，对不起，不该说你我尾巴。哎、欸，屁的！我是不是不应该待在他尾巴？是不是要去了？他好像看到我了。他累的。应该是被甩下去吗？说他累了，呵呵，是还没有切下去他就倒了。哦，你刚才骑他，哦，抱歉，我没发现，把他抓去撞。刚不知道为什么差点要接厕所。他在干嘛？他在干嘛？他要去啊！我要猫了吗？我现在无法救你啊。OK 的。我觉得我觉得危险的是我耶，他感觉要跳，他跳不出去的感觉。太好动了吧？那我们先走了。报告。Oh my god！ 掠夺猫猫，偷他的大脚吧。是是是是。射吧，掠夺猫猫。哎、欸，那你等我一下好了，我还是帮你吃一次。Oh my god！ 啊哈！来，帮你吃阿郎嘞。我是不是剩下一次的机会？我喝个水吧。我就应该再放个拿线帮你好了。我的麻线呢、啊？麻线，没有中、欸。他刚好绕过去。五旬旬安安。小心啊！九六五十四。偷看有没有金？没有，还没要死。要不要？哎、欸。发生什么事？哎、欸，没事没事，我要回去补子弹。可以。他要去一区了。哎、欸，我没喝到热饮哦，你记得喝、哦。有，我喝了，我路上捡了一个，捡了个辣椒。没有。我回去一下好了。
小抽入。金火会很明显是金色的吗？很明显啊，他就站在那个温泉中央。啊，躲起来。看起来是，我不知道哎，你怎么每次都看起来一样？那没有啊。还好动哦，这样不开心哦。抓到最小的，可以撞了。哎，要挂了。可以撞，可以撞。好啦，也不用撞不撞的问题了。对啊。有啊啊，接不到。看，我想抓这些，等一下我看可不可以闪下来。那、嗯、这些鸟不能闪。算了，不闪了，打吧打吧。我把你打下来了，为什么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还想干什么啊？我坏坏的事情，哎，大家失火了，对，这仓火了。哎，他换地方。不要管他，不要管他，赶快赶快，就弄了，赶快吧。我不过球了。我放，大家播放，谢谢。好，然后去撞那只长火龙，走。妈的，调皮呀！撞他，太跑太快了，被人跳下去了。啊！撞开撞！拿一个秀才也好，一个秀才也好，我没拿到。刚才有叫两声。还在那边挨，有天理吗？没有，还是打调查好了吧。对啊，调查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掉。哇，好多好多哦！抢酒又是抢酒攻击，每次都去抢酒攻击。叫你换职业玩啊！哟，在哪里啊？一样老位置。要买够一个拔刀，拔刀的出来攻击一下也可以。运动三级，运动掉，累了，我天啊！继续捡，我的天哪，玩家是继续，受的，没有看到有人已经捡完了啊，我还在这边捡。没有驯龙。我来帮我来，我开调查好了，我看一下。我有两金两银的、欸。那我看一下。好，直接过来。记得喝热饮哦。我在喝，我在喝。嗯哼，我有，还是这样，好吧，我的血，我的脚印。抢来这么火吗？那我接，不过我刚没看。二金二银的，对啊，我也有、欸，一模一样。对啊，一模一样。那我先，那我接我。对啊，接你的。然后接我。打不开。我去看猫咪有没有给我带来好一点的调查。我在哪里啊？对，我都没去看猫。没派遣。
没派遣就不要。对。白痴。还要省省屁呀！哎呀。哎呀让他们去打。派遣猫子，他们打去，去给我们打。看你能给他到调查室。调查。雷二，监视灭尽。你要进来了吗？转你吧。好，我来了，我来了。小嘻嘻，你还看我呢？您第三次压在我身上了，我的天啊！还在那边，他对于锤子有非常，而且喜欢大锤锤，敲他的，他去一区的吧，还要开始跳那边的那个，广告会跳那个地方，哎。还有他们那个一个那个捷径，对，怪魔怪魔物的捷径，他跳下去，哎，可以撞过分。哎，谁呀？哦，是龙人族，好，古代龙人，你给我什么？两个古代龙人票，哎，没看到他们。我来了。走。哎，等一下，我割裂痕迹，对不起。恭喜。走。我把你过来。大宝力。被活了。哎，掉下来。什么东西在外面？哎，刚刚有看到足迹。这里啊，火旁边。好。火药旁边。这棵树吗？撞到了吗？哎，他上车。你可能要再过去一点。哦，是骑乘到了。嗯。要倒了，小心啊！我靠，有点断。哎，两段三段的伤害。一直不断。你是在累死？在累什么？把你过去吧。哎呦哎呦，他到了，他到墙了。哎，可以撞墙。小心啊！
啊，完了，啊，抱歉，啊、我试一下。啊，我的乐音没啦！不护法盲盒，没关系，我有那个，我鬼爆炸窟可以吃。啊，哎、欸，我被猫直接挤下来。OK OK 啊？为什么？啊，你没体力啊？不是，我还有体力啊。我的妈！啊不行不行不行！来了。那脚差。哦，好了。他脚也快爆了。这下总可以的吧？不可能跟我开玩笑了。我这……哎、欸，准备撞我撞。